记者蔡章胜新竹报道，新竹地区郑姓惯窃日前经常在市区闯空门，潜入彩券行大肆搜刮，净刮中20000元，但他的好运一下就用完。警方调阅上百支监视录影画面，终将他逮捕到案。检方并向新竹地院生涯获准，他虽刮中奖金，却也无处可花。新竹市区日前接连发生多起住宅窃盗案，嫌犯犯案时使用白牌计程车、脚踏车或步行以躲避追缉，行踪难以掌握。第一分局南雅派出所警员卢政伟、陈怡秀受理案件后，积极调阅近百支监视器，确认窃嫌为郑姓男子，59岁，有多项窃盗、毒品前科，并循郑嫌出没地点附近持续查访商店及住家，最终确认郑嫌租屋地点。经侦查队统合会整所有相关案情后，向新竹地检署申请拘票获准，凌晨将郑嫌逮捕到案。检方因郑嫌犯下多起窃案，行踪不明，恐有逃亡之余，向新竹地院申请羁押获准。警方调查发现，郑嫌在南雅地区一处彩券行趁凌晨时分闯空门，潜入后开始大肆搜刮，偷走一大本刮刮乐，没想到回家慢慢刮，竟刮中20000元，于是跑到其他地区彩券行兑奖。但他的好运终究持续不了多久，人被检警逮捕，奖金也没地方花了。